嘿，是我小飞象。那么本周的 Roblox 挑战呢？小飞象是要在这个冰岛雪山的大地图里创造出最高的骨折数量、最高的伤害。话不多说，我们直接开始吧。这是我最近解锁的新地图啊，我们先来引爆一下炸弹。这么高吗？这个炸弹能有多伤呢？看一下啊，这个炸弹的数量，骨头断裂，主要是我们炸到的脑袋，9000多。那么今天来个10000，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吧？复活之后，我们尝试一下这个无敌大摆锤跳到这儿，抡它！哎，没，我们要跳起来，我跳！呜呼！哇，这么快吗？好像也被抡到了脑袋，有什么事发生吗？9500，全身骨折，再来一次，我觉得我没有被打飞，看到这儿，我跳！呜呼！来喽，这次被打飞了。这次被打飞之后，最好再接一个炸弹，这样的伤害比较高。9600，能不能到10000呢？这边我刚刚看到好像有蒸汽喷它，是吧？哦吼，蒸汽也可以把我喷起来。那蒸汽之后喷到了，这个没有扫到我，哇，它居然比我高那么一点，又是9600，差那么一点点啊，老是差那么一点点。大摆锤真的不能完成我的愿望吗？哇哦，哇哦，能不能再接一个大摆锤？哎呀，炸弹也没有喷到。今天挑战能不能成功？9700，我们在进步，还有什么玩的吗？地雷阵，这次换一个蒸汽喷吧。我觉得这个东西，这个地方站在这儿应该能把我们喷得很高。哎呦，说来就来呀，和太阳肩并肩的呀，直接起飞了！哇哦，哦，9700，哎，如果它直上直下，如果它起来的时候，我再被喷了一下怎么办呢？哎，这边有个强力电风扇，去试一下啊，电风扇把我们吹起来。Nice， 吹到哪儿？哇吼！电风扇接大摆锤，画面白色了。有计划吗？9800啦。这次跳一个洞看看吧。如果我们被炸起来，然后炸进洞里，怎么和我想的方向不太一样？洞里面我来了 ，You jump, I jump, bang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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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ng。出现了一些耳鸣的声音，怎么说？9900，差一点点我们就成功了。9900啊，挑战全网这个游戏的最高纪录，好吧？我炸！哎呦，别！哎呀，炸到山上就不妙。哎，那边有个炸，这个是什么？这个叫做炸弹。10030，成功了。我的右腿全身骨折，这个骨头断裂43根，应该是一个很高的纪录了。这个金钱赚到了10000多，我炸！哎，还拿到了一个徽章。脑袋掉到雪里了，这个骨头断裂14根，10044，哇哦，看起来还是脑袋受伤比较严重，比较厉害啊！我跳，我帮，摔喽，帮！哦，好多根杠子，哦呦，撞了一下炸弹，哎，没碰到炸弹，要是碰到炸弹就好了呀。10200，哼，可以，我感觉这个洞还是不错的，帮，哎，炸了之后接了个风火轮。哎呦，差点撞上这个杆子啊！10252，现在怎么一次比一次高啊？我们去试一下别的大摆锤，就比如说被这个东西切一下呢，我跳进去，起飞，哇，把我打飞，然后掉进洞里，就有可能破新纪录啊！我受到了很多伤害，10427，牛皮。看看还有那边还有个转盘，哎呦，别被这个锤砸到！这边还有一个能把我打到哪里去呢？我来了，大哥，我看不起我，我去太空了，大哥，我去太空了吗？这个是，哇，10500，再来一次，我感觉这个东西伤害比较高，刚刚守到这儿，然后跳一下，又来了，能不能让我进个洞呀？好爽呀，这个坠落模拟器，哇哦，进洞了，上天入地，一次成功，炸弹，哎呀，旁边这炸弹，10700，断了100多根骨头，全身通红，你们行吗？好吧，哎呦，今天再来一次挑战，还有什么东西没有试过？转盘、吹风机、蒸汽都玩过，大摆锤，还有这个没玩过，这个我们站在这边看一下会怎么样啊？捅我，呜呼，哎，这个也。哎，我离太阳好近呀，这个速度太快了、我的天，直接进洞吗？哎，弹起来了，
10900，断了188根，再试一次好吧。我觉得那个推推棒也很厉害，没想到威力这么大，在哪呢？哦，在这里，刚刚试最右边，这次我们试最左边，试最左边，站近点，站近点，站近点，弹我，没弹到我，站近点，站这里，弹我脑袋，弹我脑袋，弹我，来了，兄弟们，上雪山了，哦，从雪山上直接进洞吗？又是进洞，漂亮，有没有炸弹？下面有没有炸弹？哎呀，差一点点，哎呀，躺在炸弹边上。11000成功，好吧。那么我们本周的这个古轴模拟器就玩到这了，我们这个游戏还会继续更新的，欢迎关注小飞象解说的新专辑，这个2023新专辑啊，所有的精彩游戏都在这边，让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